秀恩爱分得快，眼看携手走过女儿兔唇事件的王菲、李亚鹏如今都办了离婚手续。同样经历过人生最大考验的 Selina 却仍和老公李承忠延续一贯的恩爱大公开路线。浴火重生后热衷于慈善事业的 Selina 9月16日与老公一起现身，号召捐出手边的零钱。而对于天后王菲重获自由身， Selina 虽然不愿多谈，却大方透露起自己的夫妻相处小秘籍。我觉得婚姻不是一件很容易就可以经营好的事情。像我自己结婚以来，我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是要两个人都很用心去经营的，只有一方努力是不够，一定要真的双方都有这个心。这 Selina， 你分明是说王菲和李亚鹏缺乏相处的默契和诚意吗？既然如此， Selina， 你是对自己这两年的婚姻生活相当满意了？就是我们两个会倾听，然后我们也会当彼此的最好的那个军师吗？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彼此分享，像朋友又像家人，可是同时又是夫妻，像爱人一样。